心里都有一种几分的害怕啊，因为要说实话还是要说漂亮的谎言啊。你们认为我要说什么话好？说实话好啊，说实话。你看这边好贵啊，可是你要知道这都是来自哪里？日本的、啊。哎，有没有比台湾的花色漂亮？有啊，比较细致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哈，我们要怎么样自我提升？嗯，像欧阳妈妈哈，你要注意把你的孩子品质提升，是不是？那比什么都重要。那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女生？谢谢。嗯，这是老板娘的。因为她卖日本布嘛，所以她想。没有，我们讲的都没技术实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要提升自我。要提升自我哈。不会啊，原本蛮平价的，批发价。哎。不管哈，我们的花色再多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人对那边的花色还是不满意？嗯。啊，既然不满意，就是自己去买胚布来自己染。嗯。那染完以后满意不满意？还是不满意。哦。那这就是人性，我们不要做那种不满足啊。不满意再来买。没有，他是希望他我们老板是希望说你们尽量不满意其他的来买我的胚布。对，谢谢。来，掌声。谢谢老板。对，他很难得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们来特别站起来呢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像什么？你们像奇异恩典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他连什么都不要，他就可以站起来。那我平常来的时候，他就不理我，这样子。有没有哪一个人会唱《奇异恩典》这首歌？哎，谢谢。啊，你们看一下啊，这里。哇，好漂亮的布，手痒啊！手痒，要裁缝吗？啊，因为我在做拼布。好开心，我也喜欢这个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一下这里呢，这他们就摆到一张桌子，然后每一个家里看到，好门都小小的，可是呢，你一进你啊，你那相机就弄到不是也不要多深，你一进到门里面去，你会发现，你知道吗？庭院深深深深几许。